Thursday. Summon, I'm a doom, I'm a you assuming I'm a human. What I gotta do to get it through to you? I'm superhuman, innovative, and I made a rubble. So that anything you say is picking off of me and it'll glue. 每天一二三四五六日，记得看 RAU 2。Alright, everybody, welcome back to the school, back to school. Yeah, 明天要开学咯。Yeah, 就在你们睡觉前，睡觉前直播，你们是不是到底要睡觉还是要看直播呢？怎么办？怎么办？哎呀，今天 RA 超忙的，超忙，忙到现在。但是啊 ，RA 啊，要在你们开学前，要跟你们提醒啊，明天就在9月1号开学咯。开学第一天要干嘛？要抓的是洛奇亚啦。大家，洛奇亚他又回来，他不知道回来几次。但是你看看，是不是有设为的洛奇亚？哎，设为洛奇亚，等一下大家看一下啊，光怪陆离的啊，我们先上堂课哈。那、啊、我跟大家看，要上课，来，大家坐好哈。大家坐好，今天阿黑老师要上课了哈。我跟你讲哈，刚才我在黑板上面写的哈，光怪陆离的季节。不要问老师为什么桌上有苹果哦，老师也会肚子饿哦，吃个苹果没关系哦，吃小点心 OK 哦，上老师的课没关系，吃个苹果，吃小东西哦，记得分老师吃就可以了，好不好？来，我们刚才用那个用粉笔写这个哈、哦，光怪陆离的季节，洛奇亚 return， 好不好？回来要干嘛啦？回来就给你抓色尾的洛奇亚、啊，一定有人跟老师说，哎呀，很难抓，甚至抓不到，什么抓不到？来，洛奇亚，什么抓不到色尾的呢？哦，来，他抓不到，怎么会抓不到呢？
来，我秀给你看。哦，爱线有没有？洛奇亚怎么会抓不到瑟文？大家开学第一天啊、哦，把你的书包放好，时间一到记得要抓洛奇亚哈。但是要先上完课，好不好？上完课中午抓不到，明天晚上 IA 再邀你一起抓洛奇亚，好不好？李云瑞，你躺好了、哦，我觉得你在躺了就睡着了啦。OK， 我看有谁来了哈？来来来，晚点名，有来的全部都还没睡觉哦，被抓到了，十点要睡觉，剩下四分钟，好不好？所以我记排播，我要睡觉要才播，因为要开学。OK， 罗宝可旭 ，Asper， 叶晨安。Go to sleep. OK, nice guy. 现在才直播，等一下不能吃鸡啦。OK, 小轩哦，哎，你好狠，晚点名好不好？有来的都还没睡觉，我故意那么晚，没有啦，今天太忙了。现在统一对乐天哦，好9-4，这个可以爆啦，球赛可以爆啊，那个路况不要爆哈。OK。要睡觉，我在考验你们的定力，到底要睡觉准备开学还该看直播。你看一群人定力不够了，好啦，我被直播很久了，我要跟你们讲要开学了，收心了，大家收心第一天没关系，还是有宝可梦可以抓，好好睡一觉好不好？你们都几点起床？7点6点，睡可以啦，好不好？看一下，嗨，棒球之师 ，Espo 在马来西亚 ，OK， 还没有开学，对，我知道。S7 天神，哎呦 ，Win10，OK，、okay, 马来西亚没可以学到，注意哦，环境哈、哦，注意整个疫情 ，OK。雅雅想要抓的是百变怪社尾，没错，百变怪社尾，这个是什么？有没有看到这什么？很痒，如果背后痒，记得有这个抓爱的抓抓，好不好？没有抓抓小手，还有什么？有拿黑板，老师在讲课，不要问这是什么手哦，抓抓小手，好不好 ？OK， 早安没有啦，晚安了。瑟尾洛奇亚有两只咯 ，Asper 甲壳有真，蔡淑鲁平底锅哥斯拉。今天是马来西亚的国庆日哦，龙小哥说：“哎，今天没有开星星碎片啊，不然有10万星辰可以领哦。”社会鸡排一波说：“为什么要10点？”没办法，我的时间我就想播啊，可是刚才真的没时间。如果今天不播，你们又说：“哎，怎么都没有播？”所以为了不要连续两天没直播哈，因为我昨天没有直播，哎，昨天很累，那今天又很晚，但是还是要直播，好不好？陈伟环晚安，进校前先量体温跟消毒，完了，大家是不是会塞在门口啊？记得哈，量体温消毒哈。带酒精哈，除了学校有酒精之外，你们的包、书包要记得带酒精哦，还有酒精那个那什么擦、啊、酒精啊，那个湿纸巾啊，酒精湿纸巾，好快。Hello， 蔡淑鲁范范说什么？你要回校不能看哦？是哦，啊，你要住校对就是了。范范要住校吗？没有啊，说明天开学啦。哦，不能看 ，OK， 赶快睡觉。OK， 放放我睡觉。棒球姿势早上11点丢的。OK， 羡慕那些没开学啊，只是时间问题啦。松竹有叫声吗？等一下 ，Where？OK，、okay, Dory，Hello， 陈伟环。哦，苏志杰猛打赏4-3 ，OK 啊。龙小哥新成90万的。哦，温轩丽跟 Asper 问温轩丽，你在哪个国家呀？张北宇说：“我们礼拜六才能玩 ，OK？ 礼拜六再玩，礼拜六再抓洛奇亚也可以哦。明天 I 先抓给你们看，好不好？你们哈、哦、
就礼拜六之前就快挨抓，好不好 ？OK， 这么晚就没有加班费，什么塞在门口就马上打开手机看 RA 重播？哦，是哦，塞在门口，你说塞在学校门口是不是？啊，前面还在量体温，你们就先看重播 ，OK？ 那要睡觉哈。我知道现在大家想说啊，怎么都这么晚，这么晚？すみません。好，但是还是要直播，要不然不直播，有人会说，都不直播，都不直播，两难呐、啊。啊，没办法，因为我今天真的很忙哈、哦。未来阿爱、本来就很忙，只是我尽量抽时间，今天很忙，好不好？明天也是要很忙。OK， 小 K 有真，谢谢。OK， 范范，拜拜。百变怪什么时候抓得到呢？记得看部落格。OK， 哈哈哈。哦，后面两个礼拜，其实我们来记得看看我的直播，我再跟你讲啊。OK， 龙小五哥说乐天金输了，百变怪什么时候可以抓到啊？好，既然你们这么想知道，诚心的发问，我就什么告诉你，我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好吧，既然你这么诚心的发问，我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百变怪是什么时候呢？哈哈哈，百变怪，好不好？晚点，百变怪啊，会来啊哈。但是百变怪是后九，我看一下哈，百变怪什么时候来啊？哎，大家，谢谢你们看直播呢。百变怪这次有很多、很多宝可梦都会变成百变怪哦。OK。9月1号，明天就有啦。嗯。我看到是明天10点就有了呢。OK， 就有人呢，好不好？对啊。明天10点 ，OK， 10点啦，10点就出来了，有鬼师。催眠魔、铁炮鱼、熊宝宝，还有骆驼那一只叫什么？还有，明天就知道。还有那个很像香菇的那个球叫什么？很像长得像香菇，又长得像宝贝球。哎呀，球菇啦！对，我明天哎呀球菇，好不好？记得哈，哎呀球菇啊，明天10点，好不好？10点。这个是洛奇亚的叫声 ，OK， 气旋攻击啦，所以这次他又是气旋攻击，大家别忘了。来，我们来，明天要抓洛奇亚，我们来试试洛奇亚的气旋攻击，好不好？来，我们第一只就派瑟韦的洛奇亚，瑟韦的洛奇亚 ，Everybody。因为我这一只好像没有射气旋攻击啊。OK， 这只好像没有。All right， 好，是的，哦，这只没有气旋攻击啊，完了，啊有啦，为什么集气这么慢？哎，大家 ，All right。什么气旋攻击？哎，好啦，刚才那只瑟韦就这样挂掉。好，来，这就是明天你们啊、哦，我们要抓的洛奇亚。有些人已经抓过了，有些人抓了好几次，但是有新的宝可梦朋友还没有抓到哦，甚至啊，还有人。还没有抓到瑟韦的洛奇亚 ，OK， 明天开始，洛奇亚又回归了。为什么要讲三次呢？因为他又回来了，好不好？气旋攻击啊，集气慢吗？也不是，他防御力好啊。来，明天，哎呀，这一只不行，赶快换一只，又是气旋攻击，
又是我的超能力小招啊！哎呀，没有防御网了，大家 ！Oh my god， 怎么办？哎呀，要输了啦，输爆了！嗨，这就是输给火箭队耶！ Yeah， 你们好，就是我其实要看他赢啦，好不好？那明天洛奇亚就是这样子，好不好？等一下，为什么这只那么弱？这三只哦，啊，我可惜呢。今天是马来西亚国庆日哦 ，PKG 火茶058说的，对，呆火陀张贝宇里边都做到，抓得到 ，Hunter Go，Hello， 明天几点啦？十点，哦，九月二号，龙小哥是九月二号。9月2号是、哦、9月2号怎么这么长 ?9 月2号百变怪。好了来来了。要记得哈睡觉哈。等一下这几只怎么都不好用。等等等等等等。今天怎么还没宽播我才刚直播啊。我还没有直播欸才刚直播欸。来来来来来，小招是怎样啊？洛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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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托姆龙尾神通力神通力龙尾，嗯，龙尾，嗯，龙尾神通力，噔噔噔噔，哎，好吧，我们再打一次吧。穷要给谁穷求给自己打安打安打求给自己哦那个这首歌我不会唱欸求给自己这个我不会唱 OK 好吧看官方啊欸好久不见 WGAN A3603 David Hello David Hola Como está, David? Hello, 这么晚，为什么还不睡觉？因为 RA 微深夜直播，宝可梦直播啊，怎么办？还是要睡觉哦。啊，记得哈，边看边睡啊哈。应援口号，是的，棒球支持。可是那个数字节的，我真的我没有很刻意去记耶。我同一个家务歌几乎都会唱，一定的，一定的，喜欢的球队一定都会唱，好不好？我从去年到现在都没有很专心在看球，因为我支持的球队，我觉得我很失望，太失望了，好不好？光怪离离，我可以打对战嘛？超梦，今天先不对战哦，今天我现在聊聊天哦，聊天看我打。用洛奇亚打火箭队，好不好？今天晚了，有些人比较晚睡，有些人哈，明天开学哦，已经在床上了，又有些人在床上盖着棉被，打开手机看我的直播，对不对？哦，记得那个这样会伤眼睛哈，哦，记得不要躲在棉被看，就把房间灯打开，好说爸妈。让我看 RA 直播，不让我只看，我就不上学，不行，好不好？不能这样，不可以，好吗？等一下，等一下，完了，我这个气旋攻击又挂了，对不对？哎，没有防御网了啦。哦，超梦要出门了，你要补那个吗？娃娃机吗？哎呦，洛奇亚怎么落？好了，算了啦。奇喵和平竞争快关播，好，我也差不多，因为我真的只是来跟你们说 ，Back to school， 恭喜，终于开学了，我们要带一个兴奋的心情，大家，你们要转换一下心情。我知道很多人说啊，开学，我知道。我知道，我也知道哈，但是我们要用另外一个角度去想啊，爸妈让我去学知识，我终于又要准备学新的东西了，我好开心呀、啊！来跟我们阿一起念，
我明天要回学校了，我要学新知识，我要学新东西，好开心啊，好不好？开学是一件开心的事，好不好？可以跟渐渐好久不见的朋友啊啊，可以吃吃便当啊，可以吃别人便当啊，又或者是老师在上课的时候你下面聊天，多开心啊，明天开学了真开心。好啦，我不要洛奇亚打了啦，洛奇亚打打完又输。好啦，从宝可梦是嘛，那有火啦，哦，气死人气死人，随便随便随便打赢就好了。你要学啊，欸，那我们马来西亚都还没，欸，马来西亚啊的很多人都开，欸，超梦开学了没，欸，超梦这么晚了你还要去补娃娃哦。对，那个小 K 有真信不说信不信我打你，太晚直播的，对，哎，起码这个直播哈，我在测大家的定性，好不好？不要这么晚看直播啊，要上课，明天终于要开心的见到老师了。见到老师的时候说：“老师，好久不见！”哦，记得哈。看到老师的时候要冲过去抱起来，好不好？冲过去抱起来，老师就哦，那学生这么想我，我跟你讲，未来的时候哈，一定好处有你的啦，好不好？像来来来，我打完，有些人一定不敢的。看到老师说：“老师好久不见”，然后就冲他抱起来，啊、哦。不行啦，现在人跟人之间齁，也不能握手齁，那就可能老师好久不见打声招呼，最近好吗，也没有想我啊，这样子老师听了就很开心，好不好？要记得哈，做人最成功就是让别人开心齁，自己开心很开心，如果你能够让别人比你还开心，你就会更开心。你们懂我意思吗？不是自己开心就好啦，如果你今天有办法让其他人跟你一样开心，或者你让很多人跟你一样开心，又或者你让非常多人比你还开心，这个就是真正的开心。自己开心不是很开心，你今天让兄弟姐妹、让爸爸妈妈、让学校同学、让老师很开心哦，我觉得这个是你应该要去学习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就是你今天打宝可梦一个人抓很开心，但是你找宝可梦好友一起抓宝可梦，大家都很开心，你说是吗？好不好？记得哈，找好友一起打洛奇亚哈，找好友一起打黄队道馆，打红队道馆，蓝队道馆不要打，因为蓝队是 RA 的，好不好？记得找好友一起打红队、黄队道馆啊，蓝队记得走过去的时候帮他补个莓果，这样就可以了。好，先睡了，先睡了，大家记得赶快去睡觉哦，人越来越少比较好，好不好？赶快赶快赶快去睡觉，好不好？记得哈，我们明天开学准备收心，好，今天重点是要跟你讲要开学了，嗯，开学的时候继续支持 RA 的 Pokemon Go Lifestyle and Ali Lifestyle。Everybody, see you tomorrow. OK, 我是 Andrea Lee. You show you like YouTuber. Please subscribe my channel and press the little bell.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按下小铃铛。每天一二三四五六日，记得收看啊 ！A YouTube 还有我的副频道 Amber。Closing,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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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找不到号呢？ OK, 我们明天见，上学要注意安全哦。有坐那个 school bus 的，或者是自己坐公车、坐捷运、坐屯马线的，大家哦，要注意安全，好不好？我们明天见。Welcome back to school, 明天
RA 小学堂，好不好 ？RA 宝可梦小学堂晚上要开课，记得来哦。See you tomorrow， 拜拜。每天一二三四五六日，记得收看 RA YouTube， 还有我的副频道 Amber Closy。我们明天见，我是 Andrea Lee，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要按下小铃铛哦，才会有直播通知哦。我们明天见，欢迎开学了，恭喜恭喜！明天见，拜拜。每天一二三四五六日，记得看 RA YouTube。